右边走。嗯，你还挺清楚的嘛。我们真的要去幼儿园吗？是啊，你连制服都穿上了，说明你也是想去的吧。嗯，我们到前面休息一下吧。似乎我遇见的人类都不喜欢我呢，我想我应该也很难跟同学相处吧。喏，我觉得你挺好的呀，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哦。啊，但是我觉得只要出发点是好的，真心和大家相处，相信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。你看我们不就是这么认识的吗？是因为你迷路的缘故吧？也是哦。好了，莲，我们继续走吧。嗯。哦，我们到了，这是大门对吧？嗯。好像很安静哎。因为我们迟到了嘛。等等。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啊，哇，是三个新同学。请问一下，你们都是百果幼儿园的学生吗？嗯，没错。哦，你们好啊，我们也是来报道的。我叫伊木莲，这位是我的朋友，他叫哎呀，光，你躲在那儿干嘛呀？他是光，别看他这么害羞的样子。等等。其实是非常强的哟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叫玉转金，他是雪童子，他是彼岸花，请多多指教哦。你们好，我是光，请多多指教。害羞了，真可爱。哎呀，光是真的慌了呢。对了，你们怎么不进去呢？啊，我们也迟到了呀。蓝教官派手下找到我们，然后让我们在这里等你们集合哦。话说，去给你们带路的凤维达摩呢？凤维达摩？不会是？你们怎么了？哎！好，光和伊木莲同学，你们都安全到集合地点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派出去的手下突然失去联系了，还以为你们遇到什么不测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们有看见我可爱的部下们吗？嗯，